可以把它拿起来看看吗？欸，可以拿起来，但不要把这个拆下来。OK OK。我们这边刚好三个桌子展示下三个模式，就是掌机、电视模式跟电脑模式。Oh. OK OK。对对对，有都可以试试。这个有供电吗？这个有，它是外接到这边，这个是外接显卡，然后它就有一起供电，然后还有一些 USB 的接口， oh. 还有网络接口在这边。嗯，那这个键盘是蓝牙到它？没有，这都是接单波。哦，就 OK。还是2.4G的。那它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什么效能的设定，是直接从这里就可以设定，还是要从这边去设定？什么意思？效能的设定？你说，比如说游戏要开什么？对，类似那种东西，其实就跟使用电脑一样，它就你这边去设定它是什么。那原则上它接上这个之后，它就不会像掌机会有什么效能模式、省电模式没有，就是因为它供电是稳定的，所以它就是全开、哦、全跑的。对啊，好，谢谢。